不行啊。所以我想，入圣身法门，那这个整个众生界你都要去了解。你不能说懒惰啊，煮饭能不能成佛啊？所以以前我不会煮饭，我师父就会拿来，祖师都是从厨房出来的。哎呀，我这下头痛了，我就认真煮给我师父吃，煮到他翻脸，干脆我来煮。哎呀，我已经努力了，这样就好了。因为我跟我师父口味不一样啊，所以但是我煮的，师父你不是说厨房出来了吗？我煮给你吃，现在你考倒了。我煮的东西是不太加油的，我喜欢吃淡淡的，那别人给我吃是又油又咸的，因为各位都知道，我喜欢吃白饭加苹果，OK，我就这样就 OK 了，我喜欢吃汤，然后菜放下去，然后就夹起来 OK 了，一点也不用炒，所以他们给我弄三个菜，然后煮3碗盘子，多浪费。放了肚子还不是一样，所以我可以告诉他，人家中国人说罗汉斋，你就把3样菜炒在一起，然后我就一次夹，不 OK 了，对不对？你要增加我的贪嗔痴嘛，然后我每次都吃不完，对不对？因为3盘菜，菜就要量就要大，对不对？要叫硬吞，那就不对了，我想各位呢，学佛了。知足最重要，对不对？现在人都是吃太油、吃太咸、吃太好，所以个个要挂急诊，高血压一大堆，麻烦了啊！所以他们最近叫我，医生叫我去走路，走到我都瘦了啊！原来走不到一个礼拜就瘦掉啊！他说，医生说你每天要走9000步，天9000步，买给一个手表，天天那边走来走去，我才知道一个礼拜就瘦了4公斤。各位赶快去走吧！所以就这么简单。你说你们怎么瘦那么快？你怎么不会瘦？因为你吃太多啊。翻过来，所以各位对，只要是帮助众生的法门，你跟你没关系，你都要学。你不能说这是我格鲁派的，这是我汉传佛教的，这是我南传佛教的。你这个讲法会让佛伤心啊，舍弃众生啊。所以我要去美国了，我就找了一部天主圣经好好看。我到了其他的国家，我就拿了《可兰经》看。为什么？我要了解怎么样的让他们的信仰更圆满，希望他们生活更好。所以，而且我要看得很精，这样所以我到了教堂啊，我比祈请佛还努力。佛是自己人呢，随便讲讲就好了。那个上帝圣母里啊，我要认真的祈请他哇，因为我为了所有天主教。所有的基督教，我要很认真的，对不对？我要让上帝感动。这小子念的还很认真，他爱我的子民哦，对不对？那你要很深入。那你不能说哦，我没时间，我刚看我们的佛经，我就没办法看圣经。那你这样讲错了。随顺因缘精进，因缘就是老师。不能偏，不能偏。说我定好一个功课，我最近有一些人来找我，师傅，我定了功课，定到得忧郁症这样。你怎么你完成不了？你不可能这辈子成佛，你定这么多功课把自己逼死了。师傅，那你不是很忙吗？我忙得很自由啊，该睡就睡啊，对不对？但是心很用功在当下，各位要抓住这个啊。那禅宗你要学啊，禅宗是处处都是禅位。对不对？处处都很认真，都在般若观照，对万法的实相。现在被你摸到了，你也要去观照。所以各位呢，就吃饭的时候吃饭，走路的时候走路，照桌禅，对不对？打坐的打坐，你每一样都很专心，要深入，你不能懒，你不能懒。哦，现在我上课很专心，哦，我下课就分心。你要把这个禅，把般若智慧用在日常生活，把悲心用在日常分分秒秒。所以这个叫入圣身法门，就每一个法门你都要去关照。所以我跑到天台宗的道场，我在那边住几天，对对，每一位祖师大德我都要做观想，然后呢，希望能够印入祖师的心，以心传心的，达摩祖师讲，对不对？你有那个心，
那你对天台宗的大概有一点了解就好，也不用花太多时间。但是问题是，我们来到了国清寺，来到了祖师道场，来到印光大师的房间，那你就要很认真，不浪费。就像我跑到虚云大师的道场，我就很认真，很认真啊。所以到了慈航法师的道场，很认真，我一定要把慈航法师的精髓全部都用在我身上，这是我供养祖师最好的方法。然后出来以后说：“你怎么看起来像慈航法师？”对了，对不对？没有白修了。所以修地藏经呢，要让人家感觉你像地藏菩萨。看你外表没变，但是感觉就像地藏菩萨，因为你在修地藏经。啊，所以各位要这么努力去看普门品，去念大悲咒，也就是说，对每一个法门，你都要这么认真。啊，身就是从内心里面跟它相应，入身胜法门，啊。所以每一个法门你都要学，你不要学世间学问，说我一个法门就 OK 了，这样讲太自私了，对不对？这只是为了凸显你的知名度，你在某一个法门是有研究的，这个是世间博士。佛教法门无量誓愿学，你要完全的懂啊。所以我的意思是随缘，不是随便，是众生有需要，所以我就要学，我就要帮助，那我最近可能要想要去学占卜了，三个西巴达瓦就 OK 了，对，然后呢，这个法门重要就要学啊，因为对别人有帮助，你无所求就好了，又不是为了红包在占卜，是为了利益众生。卜卦要不要学啊？要卜得很准，对不对？以后卜卦都来找我，我帮你卜卦。这是我们禅师法师，把不会很稳，100%，没错过啊，所以他不随便，但是他很认真啊，因为他很虔诚，对对方有帮助，而且他只要把不会完，再苦他都会念。他有一次把不会，他为一个病人把不会，他说要念3部水忏，他把完以后，完了，我要念3天了。那是他把它念完，因为他既然宝贝说要替对方念，哇，3部地璀璨，他就开始念了。这个叫负责任。所以，那如果说他今天宝贝说要念3部水忏为对方，他不念，以后他不会，永远不会准。佛跟你讲，你不听了，不听，那你就随便跳吧。你依教奉行，那他永远加持你。所以他真的把3部都念完了，回向给对方，对方好了。那所以各位，这就是你今天要问，那你就要很虔诚。你跟佛讲了，我全然的交给你，你告诉我答案，我就依教奉行，对不对？不是狼来了，对不对？因为你依教奉行。那我想各位，依止善知识第一条也是不能欺狂师长，对不对？师长跟你说你应该怎么样，好，依教奉行，那你真的要改。下回又如此，就是让师长懊恼，这小子怎么还这个样子，那么毛病，每次跟他讲不要睡觉，又在睡，1次2次3次，你要让师长烦恼，你要造业；那你要让佛菩萨烦恼，那就完了。所以我想各位在佛前发愿，我就叫很认真啊。翻过来第四，这边讲的都是成佛的方法啊。应法能堪耐心救恶众生，所以各位呢，越难度的，你越要去帮助他，你不要舍弃他，甚至心里排斥他、批评他，这个真不行啊！他怎么伤害你，你都要对他有悲心啊！所以就像财首菩萨一样，被打，对不对？打了8万年，少了7天，他都不舍弃对方。终于释迦佛度了弥勒佛。所以这个能堪忍耐的心被伤害被打，就像富罗那尊者，对不对？佛陀说你要去说法可以吗？骂我啊，他骂你呢，这些外道很难度了，至少没打我。他打你呢，至少没把我杀了。他把你杀了，刚好我解脱。意思说各位都听闻，那就是他不会退转。这样好了，做个比喻，我把各位明天送到台北看所所。一人负责一个班，300多个人，3天跟他谈谈佛法。你要说好，你要说这个我不行，
给你3天准备功课，好好研究受刑人心态、业报年龄，你要讲什么他能够听，你要可以啊。那对方侮辱你，你还要表现出你的被侮辱的温度的风度，让对方慢慢哎可以啊，这个人还真心的。老实说，一个居士要拿到看守所的教诲师的执照很难的，那个教他要调查你很久的啊，而且知道你这个人，因为以前我们在监所的时候，有些人意志不坚定，还帮里面的人拿毒品啊，干什么都会有的，甚至去里面是为了知名度。你看我去监狱，我好伟大，都有的。后来看守所的人就各自定了很多规矩啊。当然，最重要是这些受刑人，你对他真是有帮助吗？啊，真的是悲心吗？那我想各位，你一定要有那个资格。那为了要得到这个，所以你要怎么做？所以要有这个，你为了救恶众生，你不能退转，你要一直想尽办法受他侮辱，你还是要度他。一个妈妈会舍弃吸毒的儿子吗？不会。不会，因为这个吸毒的儿子，所以这个妈妈才会精进啊。所以这个世间的这个末法，这个恶众生特别多，但是你要不断的、不断的为他们而精进努力。再来，应发无迷惑心，普于一切诸趣受身。那你今天要成佛，像佛这么相好庄严，辩才无碍。那你一定要投胎地狱道啊！那你要投胎畜生道，做每一种猪啊、狗啊、猫啊。但是你去投胎，你还是保持正念。我这一只猪啊，是假差耶，是来利益众生的，不交配的，然后呢，在里面帮助所有的，对，而且不是光做猪呢。所以各位，我刚出家，我师父教我这一句话：你每一种生命，你要去做它7天，观想如何做女人7天，如何做蟑螂7天，你要虽然现在没办法去做蟑螂，但是在猪趣，就趣就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天道、人道。那现在这样讲，你要讲说医院的院长、护士、看守所管理员、门户管理、病人，你都要去做过。而且你去那边的时候，你不会被他们的痛苦快乐所迷惑，叫无迷惑心。我来做猪，我来做有钱人，我来做立法委员，是为了利益众生，而不是满足自己的这种欲望，或是不能超越痛苦。要应发无迷惑心，普于一切诸趣受身，这个叫慈悲禅。禅等于说你要站在对方的立场，站在密乘是修本尊观，这个比较容易，本尊又不会苦啊。我跟佛一样。那站在我们汉传佛教呢，修的是畜生观、鬼观，我要跟鬼合在一起啊。那事实上是这两个都要啊。我们变成不动佛的目的是要下地狱，要度那些自杀的、堕胎的，去帮助他啊。普一切诸趣受身，以不动佛的心态、悲心去帮助对方，而不退转啊，叫。应发无迷惑心，普益一切受生。各位，依教奉行佛，好吧？下辈子做骆驼、做猪，你们负责啊！你不能说哦，no，我还是要做美女，做有钱人啊！那这样，那你就没办法。所以，各位，你读了这一句话，你要马上问自己。愿不愿按照这句话去做？答应佛。如果你现在答应佛，请问佛现在在不在？当下，佛就在高兴的为你再说下一句。因为你接受了第一，你接受了第二，你才能够接受第三。要这样来看经典，去实践，这叫闻思修。啊，我的师父常警告我，你不要把解释完以后，以为就交差了。啊，你解给人家听，你自己一定要发愿去做，你才去讲，不然你会心虚的。啊，那我们叫教学相长，大家互相激励，这样你才能够成佛。第三，应发无厌足心，求见诸佛无有休息。所以现在有些人很喜欢说，我念一尊佛就 OK 了，其他我不要。这句话不符合经教，不符合佛陀的讲法。啊，
因为每一个佛，你既然要度不一样的众生，一个佛代表一个法门吧，对不对？那你要对所有的法门都要了解，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我要求见一切佛，得佛加持，得佛灌顶，所以要有这个无厌足心但是现在是有一点贵恐怖了。我喜欢拜地藏王菩萨，但是我看到文殊菩萨不太高兴，是吧？事实上，一即一切，你接受念一下虚空藏菩萨。你最喜欢虚空藏菩萨，所以每一尊都变成你最喜欢的样子，那可以。你接受阿弥陀佛的灌顶，但是对你来讲，每一尊佛菩萨都像阿弥陀佛一样的，只是内容不一样。那事实上，动机修行的方法都一样所以各位要这样去看。所以我最近这一尊摆久一点，因为各位要背下来，以后你做梦哦，我知道虚空藏菩萨因为虚空藏菩萨的悲心为什么要各位多看虚空藏菩萨呢？你要多念以后你看这个以后就自然背下来，所以叫虚空藏记忆的力量很厉害然后虚空藏菩萨叫念一下随心满愿你想什么你礼拜称赞虚空藏菩萨，那你不用讲随心满愿所以有一部虚空藏菩萨经，对啊，那各位可能要，如果你有缘就看。那这个叫入甚深法门不退却。你们说哦，我没时间，师父叫我念十万遍嗡班扎萨多哄那这是借口。所以我想，那一定要只要利益众生的，刚好你有缘呢，你就要听，你就要学所以第四，应发无知足心，悉受一切如来法语，一切如来，而不是一尊佛或是一个法门，要完全接受所有佛法语，就是它的真理就已经滋润在你的身心里面。法语无厌足心，为什么无厌足心？因为众生无量无边。众生苦无量无边，所以我希望得的法无量无边。应发正思维心，普生一切佛法光明所以要让自己放光，嗡阿吽，八万四千毛细孔放光。所以各位你，如果你到一个非佛法的地方，甚至这批人都不是佛教徒，不管他是动物还是人，那个时候你就要用这种心跟光去给他那时候我思维所有佛陀的教法，自己所做的功德，然后从你的眼睛，你看他眼睛放光，你听他讲话耳朵放光，你在讲话，然后你看到他外表，你身体放光，把佛的力量完全供养给对方。念一下嗡阿吽所以要各位要不离这个以心传心，每一个佛都是如此。现在事实上这个都是为什么佛成佛，因为他已经具足这些功德戒律。那我们应如此想虽然我们现在力量不够，但是至少我这样想，正思维，思维是一种愿力，愿我所到之处，听闻我声音，看到我形象，想到我，看到我相片，骂我者都得我功德因为他一念你，一骂你，那个海涛法师又在放生，马上得到加持因为就是希望结这个缘嘛得到你的功德，得到大家的功德，所以要普生一切佛法光明。所以各位，你不能，台湾话叫慧花体，好不好你要永远放光，放光，放光，因为你到哪里都要放光那为了把这个光圆满，所以要不断的累积善根资粮，善根资粮。那这个善根资粮如果放光，就是不离大悲心，就是油啊，对不对？一直加油，一直加油。想了众生苦，引擎就会转，然后呢去利益众生。再来，应发大住持心，普转一切诸佛法轮，大家来做住持好不好？你要说好。住持不是要开始盖庙墓园画馆了，太累了吧住持是你住持佛法，大住持，你要把所有佛陀离苦得乐的方法透过你而布施出去，叫转法轮，转法轮
这个人我帮他念心经，那个现象我帮他念大悲咒，立法院又要再吵架了，赶快念咒，啊，又要搞选举了，赶快念，啊，如何如何，啊，所以那你一定要，因为这个法轮就是对治黑暗的，对治痛苦的，所以各种众生有各种众生的烦恼，那我们要住持正法，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一切为了众生，这才叫住持。所以哪一天你已经90岁了，躺在老人院，请问那个时候你有没能不能住持正法？对，我躺在那边，手脚不能动，我的心还在动。啊，希望这个老人院所有老人、所有护士，以及老人身上冤亲债主离苦得乐，整个世界的往生老人、受苦老人得到你的力量，因为你心还在转。啊，肉体哪一天死亡了，你还在动，因为你会趁愿不断的在利益众生，这个叫住持正法，啊，所以我想这个末法时代钱不是问题，这一栋楼我们买下来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但是不必要，啊，这个钱拿来设了钱，我们拿去做烟供香，放生，因为已经有了，了解吗？太多了，只要别人有，我们都随喜就好了，对不对？借用借用就好了，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要的是效率，而不是那个东西，啊，效率。如果在台北盖一个色拉切佛学院，有没有必要？这个有必要了，因为色拉切要国际化，美国要有一个，欧洲要有一个，东南亚有一个，那大家就去读书吧，去出家吧，那这样有必要。那像我们这边就不需要了，对不对？像我这一次去新加坡，他们一直怂恿师傅带我去看好几间，师傅买下来。我说新加坡大楼那么多，楼下都是停车场，就在那边弘法，不是很凉快吗？对不对？新加坡一楼够大了吗？对不对？每一个一楼都是停车场，如果有师傅来念经，人家还谢谢呢。我的意思是说，就不要，不需要。这些钱呢，用在需要的地方可以了。也因为这样，所以有一位大菩萨说：“那师傅，我工厂给你用。我以为还小一千，哇，装1000多个人，那够大了，免费的。隔壁还可以放生，然后又带回去楼上走一走，哇，办公室的师傅，这办公室也给你用，我还烦恼，这么大怎么办？比这一间3倍，这下可烦恼了。啊，在新加坡这么大3倍的办公室，我就跟湛江，我们一人睡一个房间。”所以各位，他也好，我也好，他办公室停的空的，就是空的，对不对？他已经赚了钱，也不用再租人家。但是问题是，你有动机好烦，你就不用为那个烦。现在烦什么？烦色拉钱，怕他没饭吃。这个需要，非洲哪里有需要，赶快帮忙啊！我这个人，我的想法，锦上添花，我们随喜，雪中送炭重要，对不对？那些需要的，不分宗教的，先帮再说，让他们吃得饱、睡得好，先解决他们问题，现在可能比较急的，可能要开一个什么，动物医院，对不对？按照佛法医他，对不对？你要医了老半天，你又让他吃肉，白医了。你要帮他，顺便也要给他佛法，这些流浪动物，现在流浪动物现在政府不扑杀了，不扑杀非常好，非常好。但是衍生的问题也不好了，对不对？那这些他们现在就是烦恼了，不扑杀，那怎么样的去照顾这些呢？那我想这就是我们的法门呢，就是要努力了，所以集合大家的力量，下回我们开班替狗打针，抹皮肤药，那各位要学啊。要学这样利益众生，你不能说这个跟欧玛尼贝美吽没关，这个就是欧玛尼贝美吽。那一只狗就是观音菩萨，成就我们的悲心那这些我们都要学。再来，广发应发广流通心，随众生欲，施其法宝。所以各位现在有脸书、网络、电脑，我们可以把佛法变成动画。各种语言吸引他们看的方法，那你要去思维怎么用，你不能被手机给玩了，玩到
你要利用这些的现代的科技配备啊，所以他们在怕核子弹，核子弹我已经设计好佛法核子弹，随时丢来丢去砰爆发，消除他们的贪嗔痴啊。那太简单了，万法唯心造，我们这个核子弹比他们还伟大啊，不伤害的人，但是伤害他的贪嗔痴，对不对？对治他的烦恼。那各位，你要有这个流通心，所以我想每一个祖师大德传法给下一代，你要广为流通，每一部大乘经典最后都叫什么？流通分。佛陀希望你把这一部大乘经典广为流通啊，这个人需要普门品，这个人需要楞严经，这个人需要地藏经啊，那我们各种法门都要学。所以前面这几条重不重要啊？重要重要，总共十条啊，所以叫十大愿。那我想整部华严经都是这样，所以读华严经重不重要？每一部经典都重要。你不要说那我从前读华严经其他都不读了啊，每一部经典都这么重要，所以看不完，但是没关系，随缘，但尽力就好。但是你不要比看多了没有用，你会用。老实说，刚刚我们讲这十条，如果有个人把这个十条完全去实践，会不会成佛？对啦，那你有个人说，那其他我就不要看了，我就背这十条，那你实在太笨了。所有的佛法都是旁敲侧击，就像一个瓶子打不开，他叫你这边敲敲敲，哐就开了。因为万法都是为了让我们达到那个阶段啊，达到那个菩提心，达到那个成佛。但是这边不行，那边。所以各位你都要，而且有些众生修禅宗，有些众生修密宗，有些众生修律宗，有些众生修华严宗，那你要不要度他们？要哎，啊，我都在观想，我哪一天哦，我要讲圣经啊，因为我到国外去，我讲圣经，讲到老外也来听，那在圣经里面听的都是佛法，隐形佛法，对不对？那你要会啊，你不能说我不会啊，啊！所以各位，人家拜马祖，我们也拜，念马祖也念，但是呢，对我们来讲，马祖是观音菩萨，对不对？然后希望拜马祖的都拜到观音菩萨，拜观圣帝君的都拜到莲花生大师，啊！所以，但是你要入他们的门，他们又不执着，所以佛一直讲空性，就是你不能执着佛法才是。佛教才是究竟的，其他不能，万法没关系。所以做一个菩萨有必要投胎做神父吗？有必要投胎做德烈沙吗？要哎，你都要去投胎的。有必要投胎做孔子吗？太需要了，中国文化，孔子文化在世界各地在推广，但是孔子的精髓恐怕还没出来了。所以呢，你要随顺众生，要引发这个广大流转，你要随顺对方啊！我有时候做梦都梦到说，我现在用英文在讲，一下用拉丁文在讲。所以有一位大师叫竺法护，竺法护大师可以讲36国语言，随喜功德啊，随喜36。啊，竺就是他是印度来的，他不是中国的出家人，啊，像竺法兰、圣摩腾，但是怪不得他可以环游世界，36国语文，啊，他这样才可以把佛法广大宣扬。就像华严经，当初弘扬华严经的这一位祖师也不是中国人，对不对？他应该是从西藏还是从那边过来？但是他忏悔21天，然后呢？观音菩萨帮他换个头，所以他中文就呱呱叫，把他对华严经的真实的了解用中文去弘扬华严经。所以我想念一下，不可思议，哎，你要有真心就不可思议，这个叫佛法啊。对佛来讲，这个小小的神通算什么，对不对啊？但是对凡夫就可能会觉得不可能，但是只要尽力。所以我们以发这个心求什么？第5页念下来，
善男子，我于彼佛所闻如是法，求一切智，求佛实力。